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《玩天命奇遇》，带我们的行路梅去仰望谷。这里是传说中药王谷，还以为是个寓意暗冷的地方，想不到竟然如此破败。哎，小女鬼，我们到了，快告诉我你身上的毒要如何解除吧。想不到他是药王谷人，这里如此隐秘，不晓得门路的还真永远找不到这里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在这屋里预备了可以驱散血毒的药，就放在那里的箱子里。箱内有两种药，同时吃下方能见效，其中之一是入夜回神散，箱中应该有剩余。至于另一种，喂，小女鬼，你把话说完再昏过去啊！爹，我会保护小英的。爹，他中毒不轻，已经意识涣散，与人文事，得尽快添加驱毒才行。可他不是说要同时吃下吗？可是另一个感觉就是没有啊。这是意外地获得好东西，看来都有意思哦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。陈子山有装备了哦，终于有衣服可以穿了。了陈子山。哎呦，那个箱子，药王谷药鼎，莫中我谷之毒，可治此书内行解毒之法。应该使用寒热篇来治疗。可恶，这书破破烂烂的，还正好烂在寒热篇这部分。现在只探索出篇内记载三味药，我该制作哪一种才好呢？主排毒有活血去热之效，配方谷蜜菜两两，不，龙药解毒汤主四肢解毒，有通脉去寒之效。降魂续命汤主全身进血，有去毒去寒之效。此类方剂内服后未得根治者，需以药预之，以内力将毒驱出体外方可。为什么我觉得是续命汤啊？通脉去寒，有去毒去通脉去寒，有活血去热。可是我哪知道做哪一个啊？全身发紫，身体转冷。全身发紫，身体转冷。全身发紫，身体转冷。去寒一定有吗？所以第一个一定不是，然后身体转紫，感觉是续命汤没错。我们先出去吧。哦，药王谷长这样啊。只生于谷内的桥南村落，谷内水源跟药王大帝前院。哇，这么大，大，反正都走过就对了啊。
哎呦，有蛇，打蛇，药王蛇。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好强啊！可恶，没闪过。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爽啊，蛇蛇爽不爽？嘿，可恶，没闪过。太大了。可恶，没闪过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还好嘛。小试身手罢了。这个为什么有蛇啊？哦，有蛇很正常吧？好多蛇啊！圣之章，自三生三死影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太大意了，绝招了！可恶，没闪过。有机可乘，太大意了。瞧你破绽百出的。哼，小试身手罢了。哦，你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进去。火珍珠，这蛇也太多了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嘿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有机可乘。太大了！有机可乘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太大了！可恶，没闪过。有机可乘，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嘿，吓死我了！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白毛根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可恶，没闪过，接招吧，接招吧！可恶，没闪过。
接招吧！哎，有机可乘、哎，太大意了，哼！是啊，有机可乘，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哦，应该还有一个古之章。沉香，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哼，接招吧！可我没闪过。哎，太大了。一点都大意不得，太大了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哦，解决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哦，这地图很大。怎么要打蛇啊？接招吧！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嘿，太大意了！哎呀，太大意了！接招吧！哼，哎呀，太大意了！哼哼。哼，小事身手罢了。好，都走了。啊，还有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哈，破，嘿，破，可恶，没闪过。哈，嘿。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哇，都死了！好，我们换一个武器。没闪过，可恶，没闪过，接招吧！哎呀，太大意了，接招吧！可恶，没闪过，接招吧！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哼，哼。有机可乘，你喜欢你。
没闪过。给，哼，太大意了。枪好像真不强哎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OK， 放回来。哦，换玩剑，很久没玩剑了。乌贼骨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好，快转。哦，回来，我们来炼药了。强魂续命汤就这个。那、啊、如果做错会怎样？蛮好奇的。我刚有做存档吗？啊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好吧。独挡做，如果做错会看会怎样？还是给错就可以了、啊。我们每个都做，然后给他一个不是正确的药看看。啊，各位啊，我们给假的看看会不会死掉？哦，只会血不见起色，是不是？每个都会。也就是说，八卦点数会变比较少啊。还需要药浴，告诉我这件事可是药王谷的仙人，证据就在这里。老旧香包，他没有在看吗？我在你心里很感谢我，这样就够了。你别往上脸上贴金，这个是你自愿做的。你倒是说点什么，不然小女鬼还有什么？你一身扮相如此妖媚，八成是以美色为武器，自身裸体这是还是家常便饭的。要说你害羞，反正是不信。你什么意思？这身装扮不过是方便行事，要武器，我手中可是有千百种奇毒，怎么可能作践自己？没想到这小女鬼不像外表这么开放，这落差真是令人意外。哎，那我替你药浴，帮你更衣时，不是摸了几把，岂不是占天大的便宜？你给我住口！一下叫我说话，一下叫我住口。小女鬼，你的要求可真多啊！真是搞不懂你这傻子。这小女鬼耳根怎么有点红？该不会？小女鬼，我可是你救命恩人，骂我傻也太忘恩负义了吧！我偏要骂你傻，而且要骂你傻透了。换做江湖上任何一人，问出药王谷后，就会将我悬在城门上逼出魔女叫了，难会
还有人还会向大会中贴我解读，江湖险恶，看来这小女鬼有不少惨痛的回忆。深谋远虑是我的目的，耍小手段是我的套路，但心狠手辣可不是我的风格。我可以不救你，但这样一来，你们也不就失了依靠，这样岂不是一次害了两条命？怎会有这样的人？明知道，不，那只是利用我前往魔女教罢了。怎么，是不是心动不已？你从前肯定没遇过像我这么优秀的美男子吧？我懂，我懂。谁会对你这邓炉子动心？我要起身了，一边回避去。是是是。看你样子是好多了，小女鬼，你日后可以好生精进武艺，别再发生这种被自己毒晕的糗事。你少说两句，我才刚恢复过来，现在头要是痛了。小女鬼，你说这药王谷是你的故乡，说明了你是药王谷的族民。据说药王谷一族尚有药理，没有周不查药方。你拥有整个药王谷的遗产，不去行医济世，反而注重为念，替魔尼教做事，不觉得浪费吗？我何尝不想像你说的那样？那一年，药王谷全族遭灭门。当时我与妹妹虽因故不在谷中，但回到药王谷时，正巧撞见凶手，险些丧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是教主及时救了我们。这份救命之恩，我是一辈子都还不清。更何况，教主还将我们姐妹抚养成人，不但给我了魔女教特使一职，甚至让我妹妹担任圣女，对她有求必应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魔女教对我们姐妹情深意重，我为魔女教效犬马之劳，又有什么不对？你做可是暗杀、掳人这些事，你报了魔女教的恩，就解了一整个江湖的仇怨。我不相信魔女教是这样，是真的为你好。小女鬼，虽然我们相处没多久，但我知道你的本性并非恶人。你会臣服魔女教，已经是他们拿妹妹做要挟，所以你不得不从。你懂什么？这些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看来也是戳到他痛点了。这小女鬼可真藏不住心里的事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世上没几件无奈的事，多谢你关心。但这是我的路，再怎么样都给走到底，任你操碎了心也没用。唉，他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想必也做好相当的觉悟。不过要是这一趟去魔女教能顺手帮帮他们姐妹两人的话，好吧，我们不聊那么生硬的事。刚才我从那边箱子拿的医书还给你吧。对了，还有这样东西也是在那个箱子找到了。既然你这次想把药品医书放在一起，想必也是重要之物。这是我年幼时绣的东西，已经很久没拿出来看，真是怀念。这相帮的猫是你自己绣的，看不出来你还挺多才多艺的。哼，那又如何？别的小猫只会把布料抓个抽丝，你这小猫不但会绣花，还会绣猫，真是稀世神猫。够了，别再小猫长小猫短了，我听得都要晕了。这上面绣的该不会是你自己的小象吧？怎么可能？这绣的是我常去喂的一只猫，名叫大胖。想不到你要喂猫，喜欢动物的不会是坏人。看来你也不是彻底的心狠手辣之徒。哼，说是喂，也不过是有任务在那附近，半夜去撒些饲料罢了。那只猫平时总死赖在一个地方，一步也不肯移动，一有人接近就嘶嘶叫，张牙舞爪起来。那这么凶，铁定没什么喂它，多我一个去喂总是好的。死赖在一个地方，一有人接近就嘶嘶叫，怎么觉得是我认识的猫？我也很久没去看那只猫了，不如有空去瞧瞧吧。不会是说小西村那只吧？小猫，看你恢复差不多了，该带我上魔女教去了吧？你还揪着这件事不放，原来你打算蒙混过关啊！看来你是不想要我手中的药丸了。你，小猫，既然你能为救命之恩替魔女教做些伤天害理的事，那应该也能为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带我潜入魔女教吧？这，你只要找个时机将我拖入进去就行了，剩下的事就看我的本事了。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考虑看看。OK， 好，我们要读档回去吧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直接为了续命堂。哦，八卦点数15啊，差了十点，然后好感度会增加5。所以还是要一次喂对啊，好感度才会提升比较多。好，后面都一样啊。然后这边
行诺梅 OK， 好，这边就都一样了。OK， 嗯，哦，猎钻，我很想说没找到猎钻。好，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我们的朋友，频道随放图片按下订阅，也欢迎到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把它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集收看，拜拜。